天就是要来杀猪公。和妻子一起开直播，医师陈志金拿出猪公铺满，在搞笑秀出存折，学网友在网络上发起按赞给太做红包活动，贴出一张妻子美照，累积一个赞给10元。我刚才看过35000多个赞，35000多个赞是换算台币是多少钱啊？30万起跳啊，不是吗？这还要问吗？夫妻俩一起开直播，还原按赞给安泰做红包，无心插柳，没想到网友热烈响应，按赞数不断攀升，几万赞乘以10元，数十万元跑不掉，才让陈志金直接拿出存折当红包。391000，我赌他应该在12点以前不会破这个数，破40万，我还是饶了他了。不会啊，我跟你讲，破了我就再补给你。提款卡和存折直接安泰做，让妻子笑得合不拢嘴。在po文公布结果，共有36266个赞，折合台币362660元。一个赞换10块钱，这种活动谁发明的？千万不要再玩了，好不好？这太危险的事情了。镜头前大喊不敢再挑战，陈志金po文要网友转战其他医师的粉专，直接点名要大家再接再厉。网友留言都要下水了，把大家一起拖下水，搞笑的新年爱妻活动形同医界的另类串联。三立新闻主委党魏玉文台南报道。